好，我们这次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张家界啊。好，我们出发吧。OK， Go。那今天是第二天，那我们要去搭那个天门山缆车。现在走玻璃栈道，来，你们要拍照吗？爸爸，这里啦。可是都雾啊，根本看不清楚。你有没有拍这里？有，我有拍这里。哎呦，还是脚痒痒的耶。如果是空的，一定很漂亮。天门洞。